当君子困见之时，居高天，及后的有恐有震，厌之或也。逮至轻视，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简。老者貌矣，不能及宽饶之俗；少者方壮，将复困于衰乱之时。是使兼人善，无穷之福利，而善事挂不赦之罪孤。狗目能辨色，耳能辨声，口能辨味，体能辨寒温者，将皆以修邪为秽恶，设智巧以避之。焉况肯有安而乐之者邪？私下是人主一切之谦也。助徒昔也，父亲也。著《史记》曰：“转古百数，废居序矣。”著云：“有所废，有所序，言其甚时设立也。”著其伟也。鲍朴子曰：“片玉可以其奚必四盈尺也。”著舍因事者反。著树父为自节清如居止也。著诗小雅曰：“为天盖高，不敢不局；为的盖厚，不敢不及。”毛长著云 ，PG 1345。居屈也，即类族也。习春秋之时，周室之乱世也。逮乎战国，则又甚矣。秦政，胜并兼之意，放虎狼之心，屠猎天下，吞食生人，暴虐不已，以昭楚汉用兵之苦，甚于战国之时也。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，既其残夷灭亡之术，又复背乎秦相矣。以及今日，民都空而不居，百里绝而无名者，不可胜数。此则又甚于王兴之时也。悲夫！不及五百年，大难三起，中贤之乱，上不数焉。变而迷猜，下而加酷，推此以往，可及于尽矣。嗟乎！不知来世圣人就此之道，将何用也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术，欲何至邪？助政，始皇明也。助汉至王莽篡位214年。云二百者，举全数。助孝平帝时，凡郡国103，县邑1314，道34，侯国241。的东西9320里，南北13668里，人户1223632，口5959978。此汉家极盛之时，遭王莽丧乱，即光武中兴，海内人户准之于前，食财二三，边方萧条，略无结疑。孝陵遭黄金之寇，献帝因董卓之祸，英雄细致，白骨高也。兵乱相寻30余年，三方既宁，万不存一也。著秦三王二帝通在位49年，前汉230年，后汉195年，凡474年，故云不及五百年也。三起为秦，莫及王莽并献帝时也。著夏由后也。损益篇曰 ：PG 1346。作有利于时，治有便于物者，可为也。事有乖于术，法有万于时者，可改也。故行于古有其器，用于今无其功者，不可不变。变而不如前，亦有多所败者，亦不可不复也。汉之初兴，分王子弟，
为知以市民之命，假知以杀身之权。于是交易自自，至亦无厌。鱼肉百姓，以盈其欲，暴征骨血，以快其情。上有篡叛不轨之奸，下有暴乱残贼之害。虽及亲属之恩，盖源流行一时之然也。将绝削土，稍稍割夺，促至于坐食俸禄而已。然其污秽之行，淫昏之罪，犹尚多焉。故遣其根本，清其恩义，犹尚假一日之尊，收市民之用。况专之于国，善之于寺，岂可鞭笞斥冤而使为我所为者乎？时政凋敝，风俗一异，淳朴已去，智慧已来，出于理智之房，放于嗜欲之欲久矣，故不可受之以柄，假之以资者也。是故收其议事之权，效其从恒之意，善者早登，否者早去。故下土无庸置之事，国朝无专贵之人，此便之善，可遂行者也。著老子曰：“智慧出，有大伟也。”著去应屈举反。井田之变，豪人获职，管舍布于州郡，田亩连于方国。身无半通青纶之命，而窃三成龙章之福，不为边户一武之长，而有千世名义之意。荣乐过于封君，义利谋于首令，财禄自盈，犯法不作，刺客死士，为之投命。致使若利少智之子北川为败，祭祀不敛，冤枉穷困，不敢自理，虽亦有往境户阔，盖分田无限时之然也。今欲张太平之纪纲，立志